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那今天的大盘呢、持续的修正哈、我相信啊，这个从高档去修正啊，你就必须好、要在昨天以前呢、先行啊将手中的股票啊、先行呢、做出个减码的动作哈、那你也可以利用这几天回档的一个时间啊、好好检视一下啊、你们目前为止啊手中的持股啊，在未来台股里面的走势里面啊、在第四季里面啊、这个股票到底有没有机会啊、做到一个所谓的反败为胜哈、但是减码的动作啊、这个是因为啊趋势的一个方向。如果说这个大盘目前为止开始修正啊、修正到近期而言的话啊、修正到近期而言的话，可能有机会出现个转折啊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各位啊财富啊重新再分配了哈、你不要看得那么空好、其实啊我们从之前一个大盘回档修正啊、它大概就是300点到400点啊、那这一次修正的幅度比较深啊、如果说你认为啊、这个多方修正就是走空头的话，我相信啊、可能啊、你会蛮失望的啊、那这个只是一个多方的修正啊、但是要记得一鸣老师要跟你讲的，在低档去买的股票啊、你逢高啊你要稍微的去做出个调节啊、股票绝对是有买有卖的，好好好控管一下自己的风险啊、那目前为止的话有没有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好，你要先行判断。那如果说超跌之后后面有所谓的超涨的一个大利润，好，我相信你都会愿意啊买在所谓的超跌区啊，但是你在买进的同时啊，你心里面是非常害怕，因为它在跌啊，你只要看到这个跌字啊，你心里面啊就充满了恐惧啊，好，你心里面就充满了恐惧啊。好，那一鸣老师举一档股票好了啊，今天最弱势的，好，我们来举一档股票，来，最弱势的，来，它叫正达。好，你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哈，我相信一鸣老师应该没有说谎了哈，你有问到正达的，啊，你有问到正达，我相信我，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了哈，好，没有错嘛哈，你昨天要不要站在卖方，啊，今天打到跌停板啊，打到跌停板，后面要不要站在买方？我相信啊，这个短线上面的操作，你就要看多空的一个力道了哈。散户啊，目前为止啊，啊，最容易失败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在震荡。好，之前我们看到高档震荡，好整理嘛哈，震荡整理你不知道方向，啊，可能你会赔钱嘛。好，目前为止来到转折，好，如果说这个多方修正结束之后，后面会出现转折哦，你要站在多方哦，你不是站在空方哦。好，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啊、很少跟各位讲到操作其实就是多空双向，好，就是多空双向，但是趋势的方向啊，麻烦你啊要先把它啊厘清了哈、那我们都是利用所谓的开盘八法，开盘八法目前为止跌破所谓的中线的趋势嘛，好，那目前为止的话在高档区啊就应该先行啊来做出个调节嘛哈、所以说我们之前的字卡啊、我们就告诉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哈，之前我们的好操作，来低买高卖，啊，这个是在七月份，这个在八月份，啊，低买高卖，好，这个在九月份，啊，我相信一鸣老师操作方法原则没有改变，啊，只要是低档买的，我们看到大盘有回档修正的疑虑啊，我们一定会做到一个所谓的出清的动作，好，那包含昨天嘛，昨天你有看节目的。啊、你应该知道啊。如果说昨天你没有看节目，啊，今天你看到一鸣老师的节目啊，一鸣老师一样跟你讲，我们在10月2号，昨天我们持股做出个调节，好，我们把资金啊开始回收哈、啊。那包含普通会员，啊，特会的部分 ，VIP 会员啊，包含清代的会员啊，我们都顺势的哈、啊，会去做出一个高档减码的动作哈、啊，这个就保护会员呐、啊，啊，因为会员的话，资金如果是100万的话。他也许买进三档股票啊，不管是停利停损啊，我相信这个我们的动作都是非常快，啊，那只要停损价到的，啊，我们认为这档股票可能还会持续修正，我们就会怎么样做出一个持股调节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股票啊，目前为止啊，受到所谓的三大法人的青睐，受到筹码面长线保护短线，啊，
目前为止是呈现多头排列的。那这些股票在拉回的同时啊，我希望投资朋友们啊，你能够站在买方哈。那举一档股票哈，这档股票叫做环球金啊哈，环球金这档股票好，之前在低档买的，好，你逢高你获利了结了，一鸣老师知道了哈。那高档去修正，出现所谓的成型的形态，好，这个成型的形态你要记住啊，是由三根 K 棒形成的啊，你后面的话你要注意到。还有没有所谓的业绩题材的表现能够支撑股价持续的往上涨哈，这个第一个你要注意到营收嘛哈，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营收啊，至少在第三季啊，这个叫第二季，进入到第三季，第二季的表现还不错啊，那第三季的表现啊，一般啊，单月的营收啊，好，成长接近都有10%以上哈。那一鸣老师要告诉你两个消息啊，啊，这是旧的消息了哈，环球金啊并购了这家公司啊，你要知道它的市占率有没有扩大啊？如果说市占率开始扩大啊，那这档股票你要留意哦。好，那在近期啊，你又听到了啊，这个环球金啊，啊完成所谓的巨额交易，好，这个巨额交易啊，对象是谁？你要先搞清楚啊，张数在这边2.4万张，啊，也就把这个金额啊卖掉之后啊，列为所谓的公本啊，这个所谓的资本啊公积的哈。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啊，他卖掉这个所谓的这档股票啊，建置啊电厂跟营收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需求嘛啊，同时他会引进啊，啊这个叫长期性的一个投资人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一档股票，我们都从基本面开始帮各位来做这个着手，在技术面，啊出现了所谓的成型的形态，好，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哎这个地方会不会是关键性的转折，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出现转折啊，一鸣老师有责任有义务啊，啊会在节目里面啊跟各位来做出一个报告啊。这个成型的形态出现在所谓的下降里面啊，代表弱转强的讯号有机会形成了啊。那后续的话还要看到所谓的基本面、技术面啊，包含了啊这个业绩题材有没有机会发酵哈。我相信一鸣老师都把啊这档股票啊所有的一个消息啊都给你写在这边，收购案的部分包含所谓的指标性质的。一些客户啊，这个都是所谓的大客户啦，啊，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客户嘛，啊，台积电也好，英特尔也好，啊，包含说 IBM 在内，啊，那指标性的股票对它的营收，啊，有成长的话，你要记得啊，外资之前在低档区啊，它是持续站在买方的，啊，它是持续站在买方的哈，那我们就顺势的，啊，先行公布我们第一次的操作，啊，其实这个操作哈，我们是公布第一次。啊，那后面的简讯内容不公布的原因啊，啊，我相信这是保护会员的哈，啊，这个股票有买有卖，啊，任何的一个所谓的内容啊，哦，都仅供投资朋友们来做出个参考哈，不是说你看到我们节目哇，一鸣老师环球金获利哈，好像还不错啊，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的，我们是教给各位啊一个所谓选股的逻辑啊，要从基本面着手，技术面找买点。好，那这档股票成型。出现刚好在10月18号，这个股价有没有爆发力啊？你要看是谁在买，谁在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股价一定是有买有卖，好。那我一鸣老师之前跟你讲过，这样股票挑战前高，好，我相信一鸣老师啊也跟你验证了哈。那后面的话就保留啊给我们的会员哈。那另外一档股票要注意到哈，那这样股票叫3152景德啊，景德为什么会大涨？老师，是因为现金股利高吗？还是因为毛利率高？还是后面还有题材？还是业绩的成长呢？好，我现在一秒是讲得很清楚嘛。操作股票先看什么？啊，先看所谓的单月营收，成长性好不好？哎，成长性好的股票，投资人啊比较喜欢去做出个买进嘛。但是你现在要注意到这档股票，你要注意什么？来，导播拉近哈，高阶智慧型手机。啊，你现在所看到的，哇，这个很多手机啊，这个包含苹果飞屏系列啊，哇，都在市场上面开始做出一个热销嘛，哈。那这档股票是，好，智慧型手机带动的高频元件的一个需求啊，好，但是你要注意到哈，今年下半年啊，我们预计啊，客户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好，客户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那营收的部分啊，不管从单月营收。好，9月份的单月营收啊，好到所谓的季
啊，每一季的第三季的一个营收啊，增长性非常大。好，你后面注意的是这个，好，它的产品的一个类别啊，网通的部分的话占了接近40%嘛，好，包含手机的部分啊，包含宽频啊，啊，跟随的物联网的一个部分啊，我认为这档股票景德啊，好，外资的看法当然是非常乐观呐，好，但易明老师的看法啊，跟外资有点不同。好，易明老师喜欢看长线哈，如果说一档股票有机会，2个月、3个月操作。啊，能够帮我们的会员啊赚到所谓的大幅的一个获利的话，我认为这张股票，好，我认为像这种股票的话，就值得大家去怎么样去低档去布局了哈。那我们也公布我们之前，啊，我们操作的一个轨迹了哈。之前的操作并不代表未来的绩效哈，再一次的跟各位来做出一个重申哈。来看到我们的获利的一个成绩单，好，看到我们后面一鸣老师提醒你的。好，这些所谓的业绩题材会不会在后面的行情里面好，它有机会带动台股，好，这张股票你要留意哈。那投信的部分持续站在买超，好，你要注意到投信站在买超，投信如何操作，好，股价创高，好，来到两根涨停板，好，那我先讲，股价的操作是有买有卖，好，股价的操作是有买有卖，好，我们一定会遵守，好，这个所谓的游戏的好一个方法，好，那投资人目前为止啊，大盘面临所谓的修正，好，在修正的同时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做对，啊，如果说你的动作没有做对啊，一鸣老师不认为哈，你能够赚到钱的哈，但是一鸣老师必须要提醒你哈，投资人呐，目前为止打电话进来询问自己的股票，好，一般都是以所谓的技术线型，一鸣老师会回答你。筹码面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按照所谓的法人跟所谓的大户，到底是谁在买谁在卖，还有最基本的产业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详解，啊，还有大盘的一个趋势跟你这档股票，啊，它的趋势走向哈，也就是我们今天啊呼吁一下投资朋友们啊，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帮你做到一个，啊，持股啊，啊，转换的动作哈，这个持股转换最好是做到一个以股换股啦，啊，我们换股操作。你最后才有机会怎么样反败为胜的哈，所以持股的问题啊，非常欢迎各位今天好利用时间打电话进来，一鸣老师会帮助各位来进行所谓的换股的一个操作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千金可买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六八。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愿你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小卖个棒，噪音那个未喘开啊啦！啊，那是信众的好意，求你甲保庇啊！小金换保庇，我敢是遐爱钱。嘿咩，金纸钱起做公益，心灵颠倒嘛较欢喜。PM2.5遮尼高，啊未甲保庇，我就要先去大病院。哦，你嘛知影 PM2.5 哦？我心明呢，啥物我唔知。拜拜啦，诚心就免放炮甲小金。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大盘持续的修正啊，我相信近期而言的话，啊，这个绝佳的买点啊，即将有机会出现哈。那这个时候投资人啊，反而怎么样？反而缩手不敢买，啊，反而缩手不敢买啊。这个就是投资人啊，永远是输家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啊。高档区啊，啊，没有做到一个低买高卖。那当这个大盘开始修正的同时啊，反而在绝佳的买点啊出现的同时啊，啊，他就不敢买。相信近期而言的话，这个大盘啊修正的幅度啊，短线上面啊已经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地方啊啊你要拉回早买一点哈。那近期而言的操作啊，我相信很多人啊改变以往的思维，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找寻啊当天还是一周以内啊比较强势的股票来进行所谓的短线上面的一个价差操作哈。那价差操作其实你要着重在所谓的筹码的一个集中度，还有当天啊这个所谓的个股啊。啊，个股表现的一个强弱势的一个方向哈。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敦泰嘛哈，敦泰的话在今天的股价里面哈，早盘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去买，好，那盘中有拉到所谓的涨停板哈。那如果说你以技术线型而言的话，啊，这个地方走所谓的上升轨道，好，上升轨道走完之后，目前为止正在走所谓的形态的整理，好，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找到买点，好，你就要注意了哈。那同样一档股票，它叫正达哈。正达一样，好，你看到了这个股价创高之后啊，好，从这边到那边数上去嘛，哈，接近五根涨停板，啊，如果说你昨天没有卖掉，啊，昨天没有做一个低买高卖，啊，今天的股价，啊，又打回原点了，所以说操作上面的话要看到所谓的强弱势的一个方向了哈。但是我们的操作哈，我相信从七月份开始啊，我就告诉我的会员了哈。低档去买的股票，你逢高你一定要调节好，但是这个中间有前提啦，一级会员啊，你只能操作三档股票，啊，我们就是利用档数来控制所谓的风险。你100万的资金，你可能去买三档股票，你买进之后，不管你是停利也好，停损也好，我相信这个速度上面绝对是来得及哈，不会说一鸣老师发出简讯之后，你会发现说哇，老师卖不出去，不会啦哈。因为的档数不是那么多，好，不是那么多，低买高卖，从七月，好，七月份开始就跟各位来做出一个节目的一个报告。好，那八月份有没有做？有做了啊，哦，相信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啊，哈。九月份有没有做？啊，一样有做。好，那近期十一月，大盘开始修正，要不要做到一个所谓的持股调节？好，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哈，但是不是说？告诉各位，目前为止啊，这个趋势反转了，外资有没有大幅卖超？还没有，啊，这个时候的话，还有所谓的反弹的一个空间呢，哦，所以说你现在赶快针对你们手中的股票，好，有机会了，打电话进来哈，那玉明老师会帮你做到一个啊，啊，持股诊断分析的哈，我希望这个分析啊，对每一个人啊，哦，都有帮助，啊，都有帮助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投资朋友们哈。那近期以来的话，要记得啊，一鸣老师要告诉各位哈，股票在所谓的量缩整理的时候，先行做价差哈，也就是说，你可以找一档股票哈，它是属于跌升的，啊，它是有机会大涨的，啊，你把你的资金啊转到像正达这种股票身上嘛哈，我相信之前在这边买的话，这个上升轨道你可以赚到钱，啊，当涨完了之后出现所谓的急跌的时候啊。你反而要站在所谓的买方啊，集团作战股有机会在年底进行啊，但是业绩先行成长啦。你看到去年是亏损的，今年从第一季、第二季开始哦，好，已经开始赚钱了哈。正达的股价，好，买卖点相当重要，买卖点相当重要哈。价差的操作，啊，对投资朋友们可以累积啊财富嘛哈。那长线操作，来看到日周，啊，看到日周。啊，如果说你操作的波段更长的话，你可以看到月啊，但是一般不建议的哈。先看日周，是不是属于一个强势？好，再看到一个月啊，这个有所谓的先后的一个顺序的哈。上涨的时候资减啊，啊，对于多方是有利的啊。这张股票在昨天啊，一二三四五啊，昨天又多一根是吧？啊，没有错，昨天又多一根了哈。这一天刚刚好有人发了一封 LINE。给一鸣老师啦，我相信我给你的答案，你自己来验证，是不是完全正确？好，没有错嘛哈？哪一位发来给一鸣老师，应该都很清楚吧哈？来，对照昨天的涨停板，啊，
今天的股价来打到跌停板，好，当然短线上面的话一定是低，一定是低买高卖了哈，所以说风险先行控管，我认为啊这个课题啊比较严肃啦哈，但是投资们经过这么多次多空的循环啊，哦，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懂得停利停损的，好一个方法了哈，但是股价不是以价格来作为停损停利哦，绝对不是，是以你的操作资金跟以你的档数，资金要控管，好，要保留大部分的现金，有100万的资金，可能在多头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好维持30%，好30%的一个所谓的现金的一个部位，在空头的时候，可能你的持股好只有20%，现金的部位是80%，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低买高卖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了哈。那长华科的部分的话，我相信这档股票是所谓的逆势股了。好，包含大盘如何的下跌，这张股票好像都没有跌，啊，甚至在低档买的、啊、这一波啊大涨哈、啊，都有机会赚到钱呐、啊，啊，这个特殊题材啊，啊，营收的一个成长，我相信这张股票啊，当时候在低档区啊，如果说你知道涨那么会涨那么多啊，每一个人都会去买啊，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买哈、啊，股票有买有卖哦，我先讲哦，啊，股票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哦。好，包含广宇在内啊，你要注意到这张股票券资比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券资比啊，看筹码到底在谁身上哈。那同样是鸿海集团的啊，今年鸿海集团的股票啊，这个标股很多，你要留意哈啊。那有人打电话进来问一鸣老师，这档股票宇俊啊哈，他目前为止可能是小套啊，他目前为止可能是小套哈。可能就是做出个追价的动作了哈。其实一档股票你要先行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多方哈。这个地方判别非常简单嘛，啊，它是属于一个多方啊，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一个多方了哈。但是这个多方，啊，它的角度比较陡嘛，啊，所以说你去买的很快速的就能够赚到钱了。那这个地方操作是属于阶段性的，也就是股价它会经过所谓的震荡整理。那这个地方判别性啊，哦，就比较困难了哈。那我是建议各位啊，可以先行做短线哈。如果说你是10月19号买的，你是有布局的，啊，连续的大涨20号、21号3天的一个大涨，我相信短线上面的话，你真的不贪心呐，啊，我就不爱贪心呐、啊，我三天一来哈，不管要买要卖。我都会去做出一个取舍。好，那第三天，好，前两天涨停板嘛，啊，第三天涨了9%嘛，好，那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先行做出个调节？好，你自己做判断，你自己做判断，就像之前的联光通一样哈，哎，这样股票涨幅也是非常惊人呐、啊，好，拉回要不要找买点嘛？哈，我相信这个是自己有取舍了哈，但低档区，啊，你操作股票不能说只用说的、啊，哦，你要说的没有用，哦，你可能要去做出一个实践的动作嘛，哦，股票操作啊，重在操作，啊、哦，你这样子买跟卖，你还是赚钱呐、啊，哦，你去拉回找买点，你还是赚钱呐、啊，所以有些股票哈、哦，在今年哈、哦，它涨幅啊、哦，啊个股表现啊哈、哦，涨幅上面会非常大，啊、哦，涨幅上面会非常大，啊、哦，要不要拉回找买点？你自己做。判断呢、啊，一鸣老师认为啊，目前为止大盘急杀，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拉回啊，满足点的时候才进场，啊，是看准了以后才进场哦。那这档股票在当下创波段新高嘛，好，我相信有买的人都赚钱哈、哦。近期以来啊，拉回又出现了，哦，又出现了一根涨停板了哈、哦。那我认为这个时候的判断哦、啊，就对投资朋友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啊、哦，目前为止投资人啊、哦，哦，心情啊、哦，起伏比较大了啊、哦。但是昨天的行情里面啊，它是属于一个资券同检，资券同检代表怎么样？啊、哦，代表不管你是做多的也好，你是做空的也好，啊、哦，都在昨天呐、啊，啊、哦，可能都出场了。为什么？融资减少了13亿啊，啊、哦，融券的部分啊，减少了10000多张啊。这个时候对于多方是有益的哈、哦。那我们要利用拉回找买点。好，我们相信啊、哦，好、哦，应该是有方法的哈、哦，找对人做对股票，哦，就是各位啊成功的第一步啊，我相信一鸣老师，好、哦、会帮各位啊，好、哦、去做到一个实践的动作，持股3档以内，
好，我们纪律操作。目前为止啊，我们会开放短天期的哈。这个短天期啊，我们开放哈1+3，好让各位先赚先赢啊。那我们也会开放专人用电话来做出个通知，好用专人啊专门的人打电话给你哈，我们来做出一个通知啊，欢迎各位有兴趣的啊来电咨询，我们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68。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纹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